新竹州彭怡珍在吗？新竹州彭怡珍。好，麻烦同心就坐好，我们现在要开始上课了。啊，请大家安静好，我们现在要开始上课喽。咱即马开始要上课啊吼，咱下辈就业尽量尽量来头前吼，尽量得等来。各位同心，大家好。我叫要安怎读？迄是要安怎读个？这名要安怎读啊？有人要知影要安怎读无？沙凯，沙凯，我来讲，足简单，一届两届沙凯啦，哈、哦，沙凯。有人讲哦，你是沙凯哦，哈、哦，迄、那个北京语就是个中国啊，留荷兰的名，讲沙凯伊啊，啊，讲你无法度，伊用沙凯伊要安怎讲？伊讲沙先生啦，歹势我毋是沙先生吼，后壁还佫有吼一个就是 SKM， 就是新卡曼，诶，新卡曼是阮学道上的名，吼，阮学道上的名，所以阮的名后壁就是阮学道上的名，吼，这个沙凯新卡曼安尼啦吼，即次大家拢非常用心，非常努力，看到前礼拜、前几礼拜是较肥肥。即马雄雄散架吼，本来是用讲脚麻手麻，结果十工前开刀吼，我甲伊讲，恁来细声，我今是无胆的人哦。开刀开大吼，即开刀开大吼，我着思考吼，健康是毋是非常重要？健康非常重要，亲像咱台湾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的身体。但是台湾的体制拢是烂的，对不对？所以台湾的百姓，活在这种苦恼、活在这种痛苦的所在，用体制、体质也不好，未健康，所以大家拢郁卒。少年人你敢娶某？你敢唔敢？敢哦！会当生吗？囡仔生出来会当生吗？未当是为什么？日子可以活到通啊，饲囝袂啊？房租啊，过来生活费，生活费一万块有够吗？一个月无可能嘛。所以这种的台湾人、少年人唔敢娶某，娶了了唔敢生，惊惊无望。这敢是政府一个政府天迄个啥啊？照顾百姓这种的心态，这种也是非常可怕。所以今日恁来到这，就像我今日去。徛伫遮，嘛是同款，头一次倒伫病院开刀了，头一次行出来，安尼脚阁无够力，手阁麻麻，啊，阁无打，但是我阁思考，尽管我拢无也无要紧，我敢找着一条路，这条路是啥物啊？法理论述，了解这了后，我阁增加阁努力阁拍拼。我之前有滴讲，我脚麻手麻，是安尼讲脚麻手麻，是讲即两当前，咱迄个日本的参议院来到遮来上课，了后我带因去宜兰参观早期日本时代的建设所有的建物，了后一边介绍就游览车顶观，安尼讲的是我的头车头伫遮，就向所有的迄个日本人介绍。霓虹的建物子，了伊就雄雄 Q break 刹车，我刚才听到一句话，就一个声呀，哇，沙凯要去倒啊，安尼，结果沙凯就噗，摔伫迄个司机台遐啦，安尼来往这边只四五七九类，所以即卖麻麻，这边只安尼拢酸酸啦。但是我经过这过程了，我也感受讲，有一天我有影。我到他去行，我脚麻手麻，我病嘛别来吃。为什么？你要有这种感受，咱今日找到车，为着咱的子子孙孙，一定爱努力打拼，对不对？为什么？
所以讲有迄个咱的小蔡讲，社会决定你会看袂？啊，讲像就我讲半点，这上课一半，差半点钟，我也是倒咧，我同款倒咧，你也讲，安尼会使袂？啊，看无人无要紧，倒底下讲，声是无安怎嘛，对不对？啊，脚麻也无要紧，手麻也无要紧，吹无麻就好啊嘛，是不是？咱一个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咱要有这种的，吼、哦，要有这样的意志。任何一个人，咱了解整个台湾问题，为什么遐尼痛苦？为什么大家拢安尼无有出？咱知影，变来解决，福茂抗议，敢有法度他抗议？敢有法度他解决？有无少年的福茂有法度吗？无法度啦，是安怎？在伊个体制下，无可能个代志。你话无感，无感觉，我即个无打，并无代表我无我袂惊呀，袂惊呢。因无打就无感觉嘛。啊，无感政府对任何一个台湾人无感觉。啊，亲像阮高山族时常讲讲，我把你当什么？我把你当人看，我还教育你呢。是不是呢？这大家都有听到吗？台东去台东的时候，有一个少年说，马总统，马总统，哦，你当选总统之后，你很少，我很久很少看到你。他怎么回答？会记得？哎呀，就厉害，给他鼓励一下。我不是来了吗？请求问高山做工，我来给你干，我来给你看到的意思了。所以讲，这种的逻辑，这敢是一个人所讲的话，是不是足怪？所以今天咱做一个台湾人，一定要了解本土台湾人一定要了解，当知道咱今天的目标是什么？咱今天的目标就是将这啊流氓政府结束中国政权，让这个流氓政府不可能在这地方就地合法，这是咱的具体的目标。但是咱即马是高级班，高级班、初级班上了的举手，啊，有几个嘛吼？咱高级班了，咱要做啥物？啊？咱要做啥？啊？咱要做咱全台湾一起主管，一起主管呢？啊，一起主管，所以咱的心态。但整个的态度全部难改，现在电管有400个人，那东西完全合格，职务点招、总点招，好、哦，再来就是啊、哦、任务点招，你看夜线，大家拢抢接吼。有人讲恁这是乌合之众，人家拢做恁这是阿乌白招招的啦，但是你看，大家拢穿制服的是看起来盖新人，你敢知？啊、哦，太像人呢，愈看愈像呢。但是我看看迄流氓政府，愈看愈唔是人，这是无同款的所在，对不对？咱是有智的，咱是有头脑的，咱不仅咱唔是刚刚咧有智慧，啊对啦，知识呢，咱嘛是有智慧，对不对？足侪人有智慧的，哎呀，知识啊，朴素嘛是是毋是足足有智慧，哎呀，知识的。但是并不代表伊有智慧呢，是不是安尼？咱今日来到车是安怎？你会当找到这条路？因为你们是有智慧的人，会当选择这条路，会当解决台湾整个的问题。任何问题，空间敢有法度无法度，对不对？以前支持党的，大家拢有嘛？早期民进党的举手，一个尔哦。三个哦，国民党举手，无党的举手，拢是吗？哦，安尼哦，啊，拢无党，不是无大吼，拢无党，啊，拢无党的，大足大，啊，大足大，啊，好你个大小我就差不多啊，我无大啊，所以今日来到这，无论你是虾米党，咱今日伫这敢是党，哎，比如咱这边这敢是党，咱这是虾米党？台湾敢是国？是党吗？
咱毋是党，咱是政府，你爱了解。咱来大声讲，我毋是党，我是政府。你看到影片无？伊讲着中华民国，都无啊！你讲中华民国，是毋是安尼？早期就个迄个啥，蒋介石毋是有伫讲？你要听无？伊安那讲？三民主义啊？海内海外统一信念，伊是安那讲？你敢知？你要听无？要听个鼓励一下好无？注意听哦，伊家己讲的，什么人的主义？海内海外统一信念，对不对？伊早期就甲恁讲，你也听无，对不对？下面人的主义，海内海外统一信念，统一信念嘛，对不对？这是不是以前伊的口气，就是安尼，他的口气，对不对？伊其实伊足早就知呀，流亡了嘛，无啊嘛，恁台湾人也搁底下吼，军阀民国完水。对不对？王家的水嘞，是不是？王水，是不是？所以讲，咱爱了解，别人讲的，咱爱用心来去听。原来讲一早都无去啊，哈，统一信念，对不对？所以咱了解，所以今仔日咱有这种的智慧，咱来了解就是用法理论述，会当看，会当解决台湾整个的问题。所以咱一定了解，咱所讲的物件，唔是咱白查，绝对是有证据的，对不对？所以今日来到这，咱是有高级班了，开始要做官。所以要做官，咱要做官要安怎做？咱去开始都爱有一个心态的改变。你以前的你，我是可能较冷漠淡薄，讲话比较土，但是要做官的是，敢无法度通啊？照我以前的个性同款。敢有法度？袂使，讲话爱斟酌，行路爱有一个是，亲像官共款，是毋是安尼？唔通乌白安尼行，徛落去就安尼，啊，有滴型无共款。我整个拢爱改变，为虾米？你现在是一级主管，你毋是普通的白蛇，你敢知？所以你爱认同，今日你来个受训，高级班整个拢爱改变，吼、哦。行路吃槟榔的人来到家，现在开始就都清气清气，是怎样？你要做官，所以秘书长对这种的非常严格、啊、一点咱的做法，你看这回家扩大会议，你敢有没有、有去网络去看的人家唱足严肃，对不对？是怎样？是怎样？因为军政府时代，是不是？所以站下来停停四点钟啊，袂当走变数啊。高雄只有头一摆，大家拢急加急四点钟安尼。下课的时候全部拢冲冲去到变数排队，安那忍耐无法度爱改革，咱都爱做官啊。一个训练，咱个性性格都要操练。坐了坐四点钟，拢袂顶袂动，安尼目睭看对方安尼，啊，上我阿妈无法度叮当，无法度接受高级的训练，对不对？但是一处安尼看起来，美国咧感动啊，讲林家刚，哈，有滴认真滴做，人家来当头一处，哎，来扩大会议，你看遐尼精致，饭店的人拢看。阮迄高雄州的，后本来有做迄个啥，咖啡一人一份，结果小姐看恁安尼，好严肃，干安尼，伊唔敢入去呢。3000块的咖啡也唔敢送去呢，到尾去送人去变数，咖啡无人啉，3000块嘛还好。我说你是安怎无迄个？看恁安尼，我都惊惊。你看，伊种气色是不是起来？对不对？这不是咒咒，哈、啊，这不是咱做假，咱一定要有这种的人脉。甲认知，因为咱要做官，咱要做一级主管，咱的宗旨是安怎？台湾民政府要为什么？有人知无？要为百姓怎么样设想？
啊，这是我们的宗旨。台湾民政府要为百姓设想，这是咱自始至终啊一本不变的原则。咱若是无牺牲，为百姓设想，咱甲流氓政府完全共款。咱为家己有一个文化，贪污文化嘛，对不对？官收嘛，是不是安尼？然后你讲，哎、欸，阮是恁阿姐个朋友啦，啊，拜托一下，阮后头厝一边遐吼，土地搞盖一下好唔好？啊，伊讲袂使啦，袂使哦，一包空嘞。那个啊，唔通唔通啦，手甲崩嘞，个唔通唔通啦，来地个补补嘞，唔通啦唔通啦。过来就是讲，啊，无紧啦，歹势，啊来，安尼好啦，我填掉来来，一百会使未？一百万会使未？一百万呐、啊，伊也唔敢讲。看遐，伊讲，我甲伊讲，阮台湾民政府绝对袂当帮这啦。了，安尼好啦，我阿说，连刚刚来迄落，我一亿呢，一亿藏遐的时，哦，你开始讲，哎、欸，一亿，我一时人都唔通看到一亿是偌大，你敢猜？大家心就安怎改变了？啊，贪就开始来啊。了，哦，目睭安怎？边有人听无？搁看，伊就开始，无啦，哎，歹势啦，免啦吼，免啦吼，了。啊，叮当一下，就放下，开始签。我甲伊讲，你若是安尼，马上安怎变形？马上安怎贪污安怎？啪！只两条路尔。所以呢，台湾民政府绝对袂当贪污，台湾民政府绝对袂当官说。所以，必须对我的讲，红包、红包以后拢要安怎？促销是安怎？无结婚要安怎？其实红包、红包文化是中国传留下来的，红包、白包的文化，迄是再留后代啊，再留子孙呐、啊，是不是？咱人顶也是讲，哎，顶回恁爸爸来的时候，安怎安怎，就开始笑，就开始生啊，是不是安尼？哈、哦，习俗啊，公证结婚，来民政府来处理。啊、哦，丧事嘛，赶快，拢政府来处理，安尼好唔好？愈来愈清气啊，是不是？这是咱的原则。是啊，咱免烦恼啊。满十八岁，咱一间厝，是不是？老人偌济？老人年金偌济？三千五。哦，安尼哦，台湾民政府要给你偌济？八百什么？哇，安尼，八百比跟省省起来偌济？不要省，啊，三万八安尼，合理会使未？哇、哦，上济吼，烦恼吼，吼烦恼，以前袂烦恼，即马烦恼呢，上过有钱啊，对不对？所以恁囝、恁囝孙拢有厝，咱免为着厝伫烦恼，是不是安尼？好、哦，再来老人年金一个月三万八。好、哦、咱就招起来安怎出国啊行行对不对有缘无缘对不对但是唔当袂当个烧酒啉一杯唔通哈啊但去佚佗安尼台湾人是不是愈来愈安怎愈幸福这就是国家这就是政府是你啊但是你无机会啊你还佫有机会无啊还佫有机会啦哈。啊，是是是，啊，所以咱来了解，这就是讲台湾民政府，哈、啊，拢是为百姓安怎设想，你要有这个彻底的了解，台湾民政府为百姓设想，所以设想是一个付出的、哦，设想咱做官的人不是享受哦，是一个使命跟责任的，但是你有一天行出来了。好、哦，足济百姓看到你的时候，哇赞！恁这做官的人赞，好家才有恁，好家才有恁，阮家孙起码有厝通住，好家才有恁，阮阿公起码一个月三万八。高山作工哪里不好？哪么好啊？呢，对不对？叫高山作不？高山主，我、啊、你有行吗？啊，你讨的吼？对不对？你是阿美族吗？阿美族说，请问安安，是独赖啊？啊，不是独赖哦，独赖啊！来，鼓励一下。
对不对？那么好，对不对？所以讲你来到家，有人讲阿妈讲，哦，你们是台湾民政府啊？他说是啊，他讲。哦，那么好，这样，我去直播录的时，大家拢安尼听到台湾民政府讲讲福利遐尼好，哦，都大家拢笑眯眯，你敢知？所以你看，阮高山族啊，土地五当无去做，变成安怎？到去查了，奇怪，这是阮阿公阿嬷祖先留出来的土地，结果监管下所有权人是啥物人？你敢知？国民党的人呐、啊。嗯，对。中华流亡政府，中华民国，足济东西安尼呢？伊安尼渐进式，把所有的好，阮高山族的物件拢安尼去掉，即种个就是不公不义的政府，偷税啊，啊，偷税。所以呢，民政府讲对高山族第一点，因为早期是一百二十万人，起码存五十一万人，所以讲。为五十一万人到一百二十人，生一个囝补助偌济？你敢猜？无人知吼。补助一百万，补助一百万。为什么你讲啊？本来因有一十万人，结果即马是安尼补助到拢无啊，到即马剩五十一万人尔。所以讲，五十一万人到一百二十万人，咱爱支持、爱鼓励，恢复到当年啊、日本时代伫遮的时，照顾所有的啊、台湾人。所以生一个囝，就补助一百万，安尼好。但让恁拢有做啊，你讲安尼不公平的啦。我若要嫁予高山族，即马少年人会当嫁高山族。你洗拢有一百万，你阿妈想洗六个，你就会得到六百万呢，对不对？哪里不好啊？其实这是讲政府哈对一边弱势的照顾，我们必须要用心，要努力。当然，我今仔想要继续讲哦，今仔准这边咱爱授课，哈，秘书长啊，在2004年初的时。李登辉先生有甲因讲过，哎，当年将我的就是讲我是虾米人，让我就是秘书长，哈、哦，让我将国际战争法加入台湾地位研究，安尼会使未？好、哦，再来，伊经过研究，结果发现过去台湾国际地位源头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好、哦，咱都讲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嘛，好、哦，结果呢？既然翻译错误了，好，翻译错误，与英文的原意完全不一样，啊，伊就非常的惊觉，啊，讲哇，奇怪，台湾美国台湾关系法，变形美国台湾关系法，竟然是美国国内法，所以咱台湾许多的问题都受制于这台湾关系法，这个是错误了。所以他非常的讶异，直到发现这个问题，哇！秘书丢的功真的是那时候就觉得晴天霹雳一般的震撼，非常震撼。是安诺安内啊，所以本土台湾人啊，就是 People of Taiwan 啊，被美国政府操弄了六七十年，这个悲惨的命运，咱大家拢有感受到，好、啊，悲惨的命运，简直不如当年的奴役、啊。美国的奴役、啊、不如当年的奴役向白人争取社会的地位，咱台湾人我们也不如那个当年的地位，所以黑党准义的属客唯一能够厘清以解决本土台湾人应有之人权保障、啊、就是依照美国宪法和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安怎咱控告美国政府来保障本土台湾人权 People of Taiwan。所以呢，我们不能再忍受美国台湾关系法。前几天不是有一个报纸，美国台湾关系法，那就是离开我们的叛徒。啊，那一群就是离开我们的叛徒。现在蒋介啊，把这个秘书长把他封住啊，蒋介资产所归于他们的，结果他们是想办法让你卡包撸来撸板。啊，所以这关系法
必须要弄清楚，美国在于这个台湾，以台湾人 people on Taiwan 继续糊弄我们本土台湾人，这是非常凄惨的，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哈。那今天我们来看看，很多人，尤其是咱本土台湾人啊，有很多人去想想，怎么可能？全世界敢有一个人，我都在控告美国政府，有无？你有听到无？啊，有一个国家你去靠美国政府无？有无？但是无可能的代志嘛，伊是全世界大国呢，是不是安尼？那我都还控告，大家拢将，大家拢讲啊，这无可能的代志，大家拢怀疑嘛。但是本土台湾人是安怎？我都当地美国控告美国政府，敢那独独，全世界敢那独独烂呢？啊，实际上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一位啊。本土台湾人在美国最高等法院打过官司，没一个人，国民党有无？民进党有无？啊，中华民国流氓政府有无？没嘛，啊，所以在2006年10月24号开始，美国华盛顿特区哥伦比亚联邦地方巡回法庭开始提告，啊，的也当中开始提告，已经受理，你爱了解哈，受理了，爱有一个法院列入的编号，对不对？咱控告是不是爱编号？所以呢，这个也是真的，咱看家的知啊嘛。好，伊的 number 是06-1825 RMC， 这个是咱的 number。所以仍然有很多在电台啊，都被插的。哎，您破书被插的，您都啥物被插的？拢讲伊是被插的，咱绝对是唔是被插？只要有一个 number， 你会当去查嘛，是不是？所以呢，正好有些法，一个法院嘛，列入编号嘛。接着是咱的建股，那我们不要跟他们糊弄，我们求证据。所以为讨告不为，咱所讲的论述是有凭有据的，好，有根据，不是照着我的性格跟啊随性来报告的。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件事情，所以美国应该负起最大的责任嘛，啊，美国是不是一个这个责任？也确认是说，美国要对台湾战后的管辖权，从第二次大战以后，日本天皇投降的那一天开始。那天开始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一直一直在做。因为台湾是大日本帝国投降以前的合法什么领土？今天台湾的主人是谁？主权是谁？是三民党啊！大声讲啊！日本不是日本国哈，是日本天皇啊！直到今天，它是合法拥有的领土，所以中华民国体制。在日本台湾只不过是一个代理什么旧金山合约中的代理国，主要的占领是谁啊？美国。所以一定要清楚，台湾占领国是美国，那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只不过是代理啊，只不过是代理。不论是日本台湾国际地位的处境来看，或者呢本土台湾人权的观点来看，美国应该怎么样负起这一个一切的责任，这个必须啊，要弄清楚哈。所以引述他的国务院在1958年的时候啊，12月份公布的第39册第1015号文至1009号文以第1017号文国务院进一步指示，好，这个都有文案的哦。国务院进一步指示，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其后的其他的协议。啊，协议都没有将台湾主权转移给什么？有没有转移给中国的主张？有没有转给中国？无保。所以美国华盛顿地区这个巡回法院认定台湾的主权没有移转给中国，所以台湾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我们要确认台湾至少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如此，所以法院却啊，这个认为台湾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台湾并非一个国家。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阿尚，你都要讲台湾国，我都要讲的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我，所以你都要你，唔但你想，想长长那个，你要用心看，台湾是安怎？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你要了解，不是一个国家。啊，好好上课，你要做官呢，
好、哦，要做官了吼、哦。好、来，这是什么人？蒋介石，他根据什么法能够拥有台湾？他根据什么法？你看看他这个表情是怎样？阿公求求你，麦克瑟啊，让我躲到台湾吧，否则我不收在台湾的。两位帅哥跟帅妹，你看，他有根据啊，他根据是来到台湾啊。我们来看，中华民国在台湾之法律的依据是什么？根据是蒋介石接受1945年9月2号。美国麦克瑟将军的一般命令第一号之命令，根据这一个，一来到家，中华民国有没有攻打台湾？那既然没有攻打，为什么会光复呢？不是北侵吗？是不是？他从来没有攻打我们，怎么会有光复台湾呢？啊，参不过光复台湾的家庆，啊，早期安尼游行的光复节，有举迄个火把的家庆，有吗？你看你笑脸的有啊，啊，火把哈、哦，学校哈、哦，啊，对不对？所以讲扎给咱拢么是安尼啊，非常可怜的哈、哦。所以呢，代理美国主要占领台湾的，依照国际法拥有台湾。由于中华民国没有台湾的领土主权，根本都无嘛，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未曾，将来唔捌来管理过咱台湾嘛。是不是管辖台湾嘛？所以呢，在法理上，中国与台湾没有牵涉，中国到台湾人人看起来，听有一个唱。哦，没有关系，中国与台湾人人完全没有关系啊。到中国到台湾人人看起来，来这回来念这边，起来，中国。到台湾人人看起来，对不对？敢有看起？敢有关系？人人看起来，啊，人人很肯定的口语哈，人人看起来完全没有啊任何的关系，我们必须了解，因为在美日太平洋战争的原因哈啊原因，台湾的领土主权暂时应属于美国所掌管的、掌握的，所以呢，国民主权则是由于人民啊、人民拥有，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必须去了解。问题就是讲，当年咱台湾未去向美国要求厘清自己的身份，所以在那一年的时候，我们忘了去要求美国厘清自己的身份，所以因此呢，无法跟什么呢？国际啊，发展正常的关系，同时也无法参加各种的国际什么组织，所以登记来，咱无法度通啊参与嘛，对不对？每一笔参与国际物件，咱都无法度，原因就伫遮嘛。所以台湾的这个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啊，居亚洲与美洲的中心，特别是战略地位，当然是非常重要，不成的什么航空母舰。对不对？所以引起美国跟中国啊，看到老脆弱，哎呀，好所在，所以必争之地啊，造成许多的这个状况。他们想拥有啊，他们想拥有。所以从战争后，来自48个国家，必须了解，来48的国家签署什么《旧金山和平条约》，所以已经把中国的企图拥有台湾的主权这个美梦。完全怎么样摧毁，完全打破了啊，完全了。所以全世界这个民主国家当然他不愿意也不乐见啊，中国这个共产专制的这个主义延伸到太平洋边水，他不愿意看见，但是肯定很高兴的见到台湾在美国的管辖下继续的什么发展民主自由。当年那个秘书长来控告美国，好，控告美国，但是他誓言以什么战争法，啊，战争法来终结中国啊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政权，占领台湾，结束占领台湾，这个是他啊咱必须要用心的所在。所以今天是那是我别人，我跟你讲，这几冬拍过你敢知？
经过遐尼济人侵入咱中，开始受证，开始破坏。你话说啥当来？差小看，咱就结束啊！你敢知？叛徒，你有听到吗？吼、哦，迄非常严重呢。严重到必须对我穿开穿甲安尼，甲讲共款散甲安尼，过安尼，吼、哦，迄个足可怜的。阮三个人伫遮的是，看着讲，若是主理无好，咱无啊，今仔恁也无机会通来到遮。但是咱看着必须对的坚持，到今仔日所做的无一个人会当代理。伊坚持我理论呢，徛遐早起，伊即摆是较好命淡薄，早起。透早五点半，即摆嘛是五点半起来，拢坐伫遐等恁看到学生一个，伊的手安尼，改成机械安尼，足认真。食饭因拢徛遐，因即摆活伫遮，伊拢徛一边遐，看恁食饭，食了菜无够，伊家己处理，切刀啊，伊家己切。坚持到遮，辛苦半暝，爱阁甲美国联络，爱阁写咱的论述。你看用心，敢若睏三点钟尔，敢有在调？咱在座有在调无？啊，其他有通会通找到这种的人无？今日必须得坚持，好等今日伊较有机会。无限济时间，早都无法度啊嘞，对不对？好侮辱个安尼呢？无一个假呢？但是坚持不回应啊！伊认为这法理论述。但是多多这条会当解决台湾的问题，所以坚持，别人安尼侮辱伊，伊嘛坚持就做这家，做到即马你小段，怎么把你看四五百个人滴啊？当的人，咱的人数愈来愈侪，恁是有影好运，恁买房车也过会当，啊，你买房车也过会当，就车时间到啊，啊，六七差不多六七个月。咱的旅行证，咱会当摕到，差不多十个月。咱旅行证得到，就是咱执政的时候啦。你看恁的时间较好，对不对？咱早期无刀啊，早期也无冷气，无电风，啊，热天安尼流甲衫拢湿，寒天寒甲鼻鼻臭，无棉被。你看恁是真的是非常庆幸。当然，咱爱互相呼吁。咱爱提一个感恩的心吼，感谢所有的一个爱台湾的人，吼。所以早期第一期到第二十期，有影非常可怜，非常痛苦。今日咱来到遮，有影咱家己讲好家财，吼。咱手举悬，向你边啊好家财有你来拍手，好家财有你。啊，搁举悬。武力上好，来，来，啊，放向隔壁的人讲武力上好。好起啦，哈！咱来到这，咱嘛是要有这种心情，互相勉励，互相照顾，唔通为靠尾尾啊要去争了，开始分化。这台湾人我感觉足怪。买即种做官了，开始安怎呢？小鼻子小眼睛，开始讲哦，迄个人安怎？哈，迄个人安怎？开始打小报告，开始打呢？哦，足悲哀的呢。经过这过程，做官了，开始就分化。所以咱爱有智智慧，咱来冷静。咱今天是向大方向，了个为了国为了咱台湾前途，咱来努力来拍拼。你无安尼哦，我甲你讲，你到一段时间绝对倒的，吼、哦，绝对倒。所以呢，旧金山和平条约绝对有权利来处理台湾的问题，是不是安尼？你看，早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日本偷袭啊，夏威夷珍珠港，啊，导致美国宣战，啊，美国这攻击日本的领土，所以台湾跟这个什么啊，中国。完全毫无关系，所以更是不是为了中国而攻打台湾的日本这个军力。美国呢，他是为了要攻击日本，所以动用了军事的力量，牺牲了无数的美国士兵啊、哦、啊，这个生命。他用两颗什么 ，background 原子炸弹来轰炸日本啊、才换取了日本无条件的投降。
唤起日本无条件投降。所以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最主要的什么战胜国是美国。所以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有绝对的权利来处理台湾的问题。所以有其他的国家会当来处理台湾的问题吗？中国敢无法度通处理咱的问题？无可能的代志嘛！你还大声讲你是日本的臣民呢？人人抗争来，对不对？会晓讲的，大声甲因讲，这里直播的，人人抗争来。中国、台湾，人人抗争来。好，咱大声让人了解，要有这种决心。无关系就是无关系啦，有关系拢有问题啦，对不对？哦，咱来有这种时刻哈，是不是？所以呢，咱了解，连那个啥美国司法部这个国家安全署，他对台湾的国际地位有共同的描述。因嘛有滴讲嘛哈，台湾不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对，台湾目前只是美国认同的中华流亡政府在台湾占领已有效的统治，所以简称为当局。你看到吗？当局。所以呢，直到今天，美国仍然维持这样的看法。它是一个代理当局而已。我们看见，南给了美国智库传统的基金会也说明了，亚洲研究中心中国政策研究员唐胜阁先生嘛，有滴讲哈。也跨跨单的了解，唐胜阁先生他的重估啊，一个中国的政策以前，没评估这一个政策以前呢、他马上就要面对这事情。中国有两个，吴宝，中国有没有两个？没有嘛，根本他是不合事实，以国际的法理，中国有两个是一个不存在的，对不对？不可能嘛，那我能诶中国。换言之，正确的提法应该是什么呢？台湾不是中华民国，台湾也不是属于中华民国，所以中华民国简称为什么？中国。那中国是只有一个嘛？它是什么？国共内战它是败仗嘛？是不是？它已经不存在的嘛？它是流亡嘛？只是美国为了要制衡中国，才把它 kill 起来。Kill 起来，来来，咱们去管理为制衡中国，才做的这一个伎俩，好，才做的这个伎俩。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解，从1945年10月25号光复节，所以北岔的，好，因这种的北岔的行为，澎湖地区占领的开始，绝不是蒋介石集团或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告诉我们，台湾什么光复节，军事占领所谓的交战国占领是谁？美国主要的占领国来委托次要的占领国，叫做什么？中华民国来执行占领的事务而已。它只不过是一个战神的状况嘛，一战十年嘛，对不对？所以呢，你看看这个状况，它对内先称为台湾光复节，但顶管家是什么？美国国旗，这敢合理？对不对？不合理嘛，所以却在高点插上了美国国旗插上美国国旗，你看这边家，这不是北岔吗？是不是呢？所以说这个代志东西渔民教育北岔偏咱台湾人，咱今仔日咱不是凊彩的美人尔呢，我们是有凭有据的呢，我们是有根据的呢，我们有照片佐证呢，不是掉我们捏造物件嘛。那从个捏造物件，一炸就搞人抬下来，对不对？有人讲哦，唔得，你唔惊，暗时安尼剁头呢？剁头，阮炸就无去啊呢，干那存卡呢？对不对？是不是安尼？咱来了解，咱唔是这种的，所以呢，我们更清楚明白中华民国所称的什么台湾国你看看呢，这不是足怪吗？中国国民党。高母中华民国国民党，有无？有一个党，中华民国有一个党叫什么？中华民国民进党，对不对？我们要弄清楚呢，为什么没有中华民国国民党？他写个中国国民党，那民进党是变成中华民国民进党，因为是中国的吗？是不是呢？所以呢，这边哈，台湾国这是民进党所称的。中是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北岔对不对？
咱早期嘛就讲哦，民进党是咱本土台湾人诶，白擦，是不是安尼？所以中华民国占领军在1946年哈的1月12号宣布，台湾地区自1945年10月25号开始，好改成为中华民国国籍。这个命令宣布不是普通的违法而已哦，这个是违反了什么战争法呢？啊，所以这种命令宣布不是普通的违法，主事者实实在在属于什么战争什么战争罪，很严重呢。咱执政我们要追溯呢，啊，战争罪，简言之他是战犯呢。啊，中华民国与民进党与中国国民党同罪，东西下面。我们根据什么战争法、国际法、战争法，他们都是同一列的，好，所以有凭有据，我们必须很确认，我们不是不糊弄他们，我们有证据在。所以1941年12月8号，美国国会正式对日本宣战以后，所有攻打日本本土或者日属台湾的军事行动，都是什么？美国自己的行动嘛，中国有没有参与？没有嘛，所以我们更要清楚明白哈，这些中国根本他的军队根本没有参与过这个东西，所以何来是他有关系呢？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从这里呢，依据1838年的时候，拿破仑时代结束啊，这个战争的一个惯例法啊，惯例法里面说到，美国是对台湾主要的什么？占领国，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23条也证实了这件事情，也证明了这件事情。所以美国军事政府指派蒋介石啊，蒋介石这个集团来台湾接受日本投降，来处理占领的问题。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对法理哪些公不哈、哦、不坚定不了解，以后这关哈、哦、我该更危险。所以为什么咱爱够点招够点招确认？好、哦，美国讲咱。得到政权了，没当像古巴同款，我们马上转向共产国家，这是非常美国不愿意见到的。所以因此法理一定要坚定，尤其这关一级主管对法理的这个数据跟文字都必须要弄清楚啊，弄清楚。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必须要知道，今天中华民国只不过是次要的占领国，它是。未被承认的流亡政府，绝对不是另外一个中国，这里说得很清楚，对不对？好，因为我们现在继续，就是因为我们要当官的哈，当官呢，我们现在来看看一下，当官不要那当，这是一个啊，较大疑问跟较大问题。但是当官，经简官来讲，当初那个啥，李登辉我有滴讲，台湾是美国怎么样军事占领的，这是一座总统会讲的，好，不做的家。是不是啊？然后呢，阿扁总统呢，伊嘛是有滴讲啊。好，阿扁总统，我是美国军事政府在台湾的什么？是不是说明很清楚？这是应该滴讲的呀、啊。啊，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捏造的、啊。两个总统都讲嘛，一个是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的国家嘛，啊的第二领那个领土嘛。然后阿扁总统说，我是美国军事政府的什么执行官嘛。这个在说明了什么？美国占领台湾嘛，是不是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很多，现在美国说嘛，美国说完了呢，台湾是美国暂时占领管辖地，这个领地，美国拥有管辖权。那日本呢？他说什么？台湾还是日本已经建构完成、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只是暂时不能治理。所以爱金贵蛋啊。经过一段回到了战争被占领的时期，然后咱当年拢去日本天皇，为什么咱的动作都是伊要配合这条啊、配合这条？所以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哈、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中华民国不敢以这个他们的宪法第4条将台湾纳并为他们的版图啊？那呢？好，尤其哎，不要紧了，你们要上厕所可以哈、哦，自行，免要拍死了哈、哦。我告诉你，等一下又开一个刀，啊、哦，所以骗局一大堆了。你看，光复一起光复台湾吗？这三面人讲的，小英讲的嘛，对不对？
这嘛是完全有影是啊，逻辑上怪怪嘛，是不是？咱所有拢爱有美国国旗啊，任何活动拢是不是爱有美国国旗？所以今日吼，咱来了解，即刻这个时刻，民政府起来了，这下面人你敢知？只求多福，你看吼，别个安尼吗？哦，一转眼这个时候已经启动了要离开台湾了，所以都要有看到平潭岛无？炸的了解啊嘛，准备要得啊嘛，所以呢，美国终于说出了实话，我中华民国是民间组织，没有美国联邦政府的登记，刺破了，对不对？所以呢，中华民国水，拢水嘞，你了解到玩水嘞，吼、哦，对不对？所以民间，所以我终于可以离开台湾了，啊，悲哀啊，变老啊，哦，可怜嘞。啊，阿嬷啊，所以呢，民间组织中华民国离开了台湾以后，由谁？台湾民政府无缝什么接轨？那一切以美国这个安排的进度，所以呢，别烦恼的，烦恼个手，别烦恼个脚，啊，唔对啦，哈，啊，人，啊，对啊，我都是未知，我都知影你伫遮会巧哦，哈。所以呢，咱了解，咱今日要做官，咱爱了解哈，去从这流氓政府去恶毒，哈恶国毒的行为啊，啊马上安怎啊，马上爱赶出去，通心努力结束流氓政府的政权啊，咱来见面安尼使未？我们接掌有法度无？有法度举手，别擦，真还是假？你有班底无？无班底，马上爱找班底呢。最起码爱找两个。你要食，让你起嚟了，干你独独一个家比共款，互缩起来呀，对不对？比如你讲，你要做官，你家己爱找你家己的特助，你家己事务官，啊，找少年人来配合。安尼来，咱要欺负别人，要欺负咱，那不可能啊，是不是安尼？所以咱还可以用心了解，结束这了吼，咱就从此以后，你看卖。从此以后，我们的儿孙呢，不再有眼泪，别个流目屎啊！恁的子孙，阿妈，为无你他啉，为什么目屎流？足悲哀，足可怜，对不对？物质也好，食无够，悲哀，唔知想讲后悔，后半夜个有啥物通来配合无？即马来看，为即马开始，这种物质的，这种心情。啊，物质无奈的心情呢？从此以后，啊，这种接着囡仔，你要去看哈、啊，当时我会得到较好的哈、啊，很好的生活呢，啊，开始笑眯眯啊，是安怎？咱台湾民政府即种啊，囡仔拢笑眯眯啊，啊，到尾啊，这囡仔忝甲吼，因爸爸迄个啥臭味摸鞋啊，伊嘛同款滴啊，为什么？为什么？安全可靠啊，非常的棒。这个就是台湾民政府要给我们新的气息，不要让人说你做不到，你有梦想要好好保护它。好，咱拢有，就告家恁的子孙讲，我绝对做会到。我存起码七八十岁，我嘛同款做会到，让你以后过得非常非常的好。来努力，有信心无？来鼓励一下，好。所以有信心，咱就爱努力啊，爱个打拼，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哦。所以咱即马袂当底下痴痴的等待啊，来解决代志无可能。一旦解决的是爱签安怎啊，申请台湾身份证啊，要袂签个举手，马上爱去签哈、哦，啊，马上爱签哈。你若是无这吼、個，你都无资格哦。所以欢迎我们加入这种行列，我们更应该要清楚哈。哦完成美国的要求，四千名接受全球站高级的训练，然后四十几万来身份证 ID， 安尼卡会当完成啊，咱的任务啊。今日咱了解管理的真谛，就是咱做官的人一定爱了解管理边的管理，起码都是咱家己爱学习吧。起码做官，你边那抓，你边那去了解你整个的整个组织的架构。但是在依法要安怎行政，啊，依法要安怎处理，被谁甲官来的代志，啊，你的政策在哪里？
啊，这是非常重要啊，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咱爱思考，咱爱了解。你即嘛吼，咱都要讲诶，管理的真谛，这个理是而不在于管啊。为什么说理呢？那是管，有的人拢是安尼啦，足怪呢。即嘛郡守拢起来，对不对？郡守拢起来，这个官僚吼，迄个人开始安尼呢？哦，开始就是讲我伟大，我唯我执着，迄个呢？你免笑你家己啦。啊，刚有刚你做一级主管的，哎，迄个杯仔摕来，哎，这边切切的，哎，拖拖的，马上的口气完全改变，你敢不知道？哇，可怕呢！所以咱爱谦虚，哈、哦，爱管理，爱用哈，爱、哦、用人这种的柔软度，这爱较放较软，啊腰哈、哦，伸展出柔，啊、哦、对，唔当当当的，哎，我是你的一级主管呢。啊，这可怕的代志，管理必须三合一结合，必须要懂得运用。每当咱家己认为讲，我即摆做官，我权柄也以后是安怎？你的官偌大，你敢知？军事呢？军事你的权柄啊 ？Yes 跟 No 尔呢？你知无？不管说啊 ，Yes， 但是冲我呢？对不对？会造成伤害啊！你爱相当的努力，用心了解，哈、哦。所以咱即马那是讲不安呢，咱知影宇宙万物顶怪有啥物？有一位啥物？创造咱宇宙万物一个神，对不对？是不是？啊，你有相信无？无讲无神的人举手，绝对有的嘛。为什么星星、地球、月亮无安尼起撞？绝对有一个人伫遐控制的嘛，所以但是问题是神甲人有啥物关系？啊，有啥物关系？七点咱爱思考，创造宇宙万物，特别是创造人。你看神创造天的时光，有光就有光，有啊、有空气就有空气，然后呢让座跟叶分离，有水就有水。但是造人不是呢，啊，要创造人无呢？政策是创造人就足怪，你敢知？你爱了解起来。他创造人的时候啊，他是他说创造人的时候，造完以后啊，神说，甚好，安怎？因为造人是按他的形象跟他的样式用图来造人，对不对？啊，你敢相信？你是用头来造的，你相信吗？你有相信吗？你先用看，你用这个看麦，你即马用看麦，吐了了变成安怎？还先是土呢，对不对？你家己摸看麦嘛，你即马来照出看麦是拢是土，啊、哦，是用土来造的。但是问题不是你遮尔，用土来造，伊最主要是一个气，啊、哦，那个气入去了变安怎？你看哈、哦，人做了的时，接的是零嘛。啊，这良是来来的良心嘛，哈、哦，咱若是做歹代志的是良心，就开始安怎，噗砰噗砰噗砰，跟你讲，哎，唔对啦。但是你来底还过一个歹人呢，啊，讲无要紧啊，无要紧，咱做得好啊嘛，好、哦，来底就底下挣扎，一个好的一个歹，哈、哦。但这良就是讲神甲人的中间的一个沟通的器皿。了，我来讲，这良安尼啦，还过有一个魂，魂是啥物？好，我即马遮上，我的手就会安怎？起哩，这是虾米人支配？我们的魂，生命的支配。好、哦，看到伊水的时候啊，哦，嘿，小姐足水啊，我马上安怎？这个身体就会配合了，对不对？这是魂，觉得这魂就是情感、心思、意念。这里八点，我们的一个肉体哈、哦，我们的肉体。它是一个躯体，它是一个躯体。咱若是无魂生命的时，我就变安怎？安尼尔对不对？那魂生命入去的时，哎，我会当看人，哦，引导，哦哦，分辨分辨，所以是无同款的所在。创造的器皿就是讲，这边灵是通甲神的关系，神是公义，它是永远，它是实际，它是真理。啊，咱的法理也是同款，无感情，七就是七，能就是能，
同款，来用雄心了解，绝对袂当用感情，因为神跟人之间没有情感，啊，只有公义，只有公义，所以你袂当被插。所以这种人堕落了的开始，堕落了这个麻痹啊，就开始会被插啊，开始会纷争啊。你看细汉囡啊，拢无还没有接受教育啊，大粒甲细粒摆樱桃前，伊会安怎？两个都安怎？真啊！啊，我大粒的，伊细粒的，没有接受教育呢？为什么？这证明什么？一来地的是有罪的这个成分在啊，就开始分辨真嘛。所以人吼、哦，就饮料开始就纷争啊啦。哦，你看我经过这几冬啊，高雄酒啊，什么酒拢同款，纷争啊，抹黑啊，哦，要过来打小报告啊，啊，某某人安怎、啊？吼、哦，我讲足可怕，所以我就讲吼、哦，连讲有消极面，你赶快处理。你外口清清了，入来地拢冲清气。小报告我不爱，啊，其他的问题，条讲某某人安怎，我不爱听。消极我们不要，我们只有积极，那生命的祝福。台湾民间父母赶快，我们只有法理，没有情感。我不关说，我们今天认清法理论是刚才读到这条路，会当解决台湾的问题，咱的努力，咱的打拼，安尼就好。所以，咱阿妹技术课一时，咱来了解，凡是情感跟情欲啊，灵是与神交通的良心。所以我们心中有两个王，一个要你做坏事，一个要你怎么样做善事。所以你看怎么取舍，你要有属天的智慧去判断。赶快，咱今日行台湾的路，为了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嘛是赶快有两种的感觉：一种叫你守法理论书，一种叫你走这一个利益、既得利益啊、恶势啊、贪污啊，对不对？所以呢，国民党早期都是贪污的文化。台湾民政府绝对不能选择贪污的文化，我们有公义之神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必须就当初离开了中国，然后得到金门的海基啊，伊人就是经过过点，到海基也是，迄个船讲到这为止，结果伊这也是海呢，讲无要紧无大，我到这为止，结果伊落来水海水到这，好迄暝暗时啊，天气非常的冷。另一个安尼比比错，你看人经过过程了后，有一个惊吓，惊吓了，伊就上天，哈、啊，变哪下关啊嘛 ？Oh my God！ 伊就下关啊！伊那是讲会当离开这时，这个环境，会得救的时，我绝对将我一个人奉献给所有的台湾人。迄久了，到起码，伊昨昏有滴讲，阿公秘书长。那是你对针对神下的愿呢，所以你保持会当坚持，不是你家己人的个性跟性格会当维持的，是要有上天来的祝福，让你坚持到今嘛。遇到遐尼济代志，你嘛是坚持到今嘛？为什么？那是神啊，拣选你为台湾付出的，所以今日咱得到这个时，我会感觉讲好佳哉，有一个人徛伫遐坚持这条路。让咱台湾人有机会，当然来到这，为台湾来打拼。这条路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这条路真抗是真的。所以咱要互相努力，转去了，马上将咱的法理论述用心去读，一读了，马上我都参与咱的迄个郡守的考试。好，郡守考试是资格证，以后所有中华民国的学历一比勾销。然后基本认证就是讲专业认证，啊，你基本科起科郡守，郡守科掉了，你就赖先生的是你的证书，然后基本结业的是咱的证书，我们是专职专业啊的一个啊证为主要的，流氓建户也告用东西拜嘛，啊，拢历史也不讲无滴讲台湾的问题，对不对？都是讲中国的问题，所以咱台湾囡啊，啊，伊讲八迄个啥，迄个南洋系的岛，伊嘛唔知呢。是不是呢？哦，所以呢，整个台湾的历史完全不存在，这个是北岔的建户。所以咱今嘛重新回到啊，咱台湾整个的原貌，要解决代志，干哪行法律这条路呢？无其他的撇步啊！啊，也过撇步，也过我大堂啊，有一条路堂讲，也就讲看嘛，也过一条路会当解决，绝对无。
干那这条路尔。所以恁今日来到这，我相信这是你的福气。但是你爱了解，这福气爱留好等等等，好大的子孙会当讲爸爸好家财，你有参加台湾民政府好家财，我有 ID。好，我都有机会，我讲我都有通在调啊，一块话四十万，对不对？这投资偌好，你敢知？一块话四十万呢？那无 ID 的人，四十万换一块呢？对不对？有钱人两百万，总共存一千万啦，啊，一千万，四十万换一块，存偌济？两粒鸡卵啊，对不对？哦，这就是讲啊，转移政权。咱即马最主要的福气，以外来爱用心去读《新台湾论》，那是无后壁，吼、哦，慢慢爱去读，然后马上爱考试，马上考试参与卷首的考试，然后卷首考试了，你看要做卷首也好，无要做卷首也好，你将咱的耐心是坑落，保留嘛，吼、哦，以后拢拢爱来配合，所以咱爱啊，搁增加努力来拍拼。有信心无？有哦。好，刚才我拄啊徛起讲，脚麻、手麻也无好去啊。脑瓜无问题，对不对？好，刚才有你，感谢有你，哈、哦。所以呢，今日咱来遮也努力，咱来遮也打拼，拢是有价值的。有一天，我跟你讲，历史记载安尼显露，哎呀，有我的名哦，你看撒开。有我的名，我就带阮孙讲，你看阿公迄年打拼的结果，所留出来的名，你看，互你有出头啊行，互你学费也免钱，为细汉到破事拢免钱。好、哦，头一个要做的，民政府执政第一个要做的，将所有的大学生有借银行的钱无？有无？啊、哦，有借嘛哈？准。严格收走90%，一笔勾销，安尼好唔好？解决所有少年的面，所以但问题就是你要有 ID 啊，你无资格拍摄，你是中国的，你家己处理。然后 ID 所有少年人甲银行贷款的，一笔勾销，台湾民政府完全替民解决，这不是为台湾百姓设想吗？是不是？所以咱为咱家己来遮努力辛苦，这三天，搁做一次鼓励，好唔好？好。对啦，对啦，我甲你讲啦，你若是讲，因迄种的人是400万外一元啦，啊，400万外一元啊，安尼，你是40万外一元对不对？咱一种的人，有是1250万外一元，啊，那是早期，咱嘛是安尼吼，所以呢，咱无问题，哈，咱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即马人足济哈，所以马上爱去迄落要食饭，所以到这为止，非常感谢。啊，各位同事，咱下课休困食饭，哈，啊，稍等下食饭吧，哈，12:40，12:40，哈。去头前那栋的一楼大门口拍照，吃完饭12:40，好，12:40拍照，啊，大概35分就可以慢慢的往那边集合哈，12:40拍照。